咱们下面学点弧线轮滑的收腿动作。弧线轮滑收腿动作它不同于直线，它有一个特殊的动作，因为右腿啊要越过左脚，左脚呢收回靠近右脚，它是一个越过动作，是个交叉动作，所以收腿当中呢左右脚是不一样的啊。收腿呢它这个一个基本的理论呢就是呢大腿带小腿越过支撑腿，右脚蹬完了以后大腿带小腿这么带起来的啊，越过支撑腿放在这儿，这个呢和支撑腿和扶腿之间它就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大概在十度左右，十度左右夹角啊，就这么一句话，大腿带小腿越过支撑腿靠近支撑脚，大约在十度角啊，这么位置放下的。左脚呢啊蹬完以后也是大腿带小腿靠近支撑腿啊，大腿带小腿靠近支撑腿，这不靠近了吗？哎，在支撑腿的旁边，在支撑腿的侧面，在十度角左右来着地。看看，就这么个动作要领啊。下面呢我们原地呢就是呢先体会一下这动作，记住这个要领啊，大腿带小腿越过支撑腿，大概在十度角的放开始，一二，哎好，左脚那个这个基本都会做了啊，哎放到后面也是呢，大腿带小腿靠近支撑腿，在十字脚周围放，一定要记住大腿带小腿靠近支撑腿啊，容易产生的毛病，蹬完以后是小腿带大腿蹬反了，这么过来的啊，这么过来，这么一过来吧就产生一个什么错误动作呢，就成龙圈腿了，左腿也是蹬完以后他一直过来了，过来看看靠不上，小腿就跑前面去了，一跑前面这个脚步就大了，记住这个要领啊，是从上向下来带的，你看大大这么上来的，这么落的，要反复强调这个。哎，稍微越过一点就行啊，不要抬太高，越过一点就可以了。好，那个郭阳那个做错了，你过来，你们几个继续滑啊，你过来，这个你看我滑的时候人家那几个就这个右脚吧哈、啊，这一提起来是这样的，你那家这样踩起来，这样翘起来了，这样翘起来不对了啊，不能这么翘，不能这么放啊，大腿带小腿这么越过这么放啊，你把着我，把着我啊，哎，你看这边啊，蹬完了以后你那刚才是这样的，这么放了这就错了，提，哎这么放，听着没有，哎再试试来，好停停，刚才同学做的基本对啊，容易产生的毛病呢就是这个腿拿回来以后啊，这脚是什么形状的啊，这不倾倒吗，他蹬完了这个腿你就立即休息了，这一提你看保持这个腿的原来形状啊，脚尖贴着地面，轻轻贴着地面，这么过来的就可以了，放在这儿啊。下面呢让这个赵伦再做一遍呢
看看他这个动作的协调，就蹬收，蹬收配合要协调。来，收腿是一定要是配合这个蹬地腿，紧贴着地面往后一带，就完成他的任务了。哎，既完成蹬地任务，往回收的时候他也放松也休息了，啊，这样看起来比较协调，就比较放松。好嘞，大家看好了没有？按照这个要求和这个理论吧，你们自己再实践再体会体会啊，重点体会动作的要领。质量再好的轮子都有不能再使用的一天，就必须对它进行更换。首先把轮子从底座上取下，再用工具把轴承从磨损的轮子中取出，把它装入新的轮子，将新轮子装入底座固定好。轮鞋换了新的轮子，你又可以自由地滑行了。接下来咱们学练扶腿接体重，一蹬一收一着地接体重，是这么个小基础动作。在我们整个这个周期动作的一蹬一收当中，它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它涉及到呢，你着地以后啊，这个脚的位置、地点和接重心是不是准确的，这三点得一步到位。这接这个体重的时候呢，是怎么个接法呢？大腿带小腿，这个腿回来以后啊，回来以后啊，越过这个支撑脚，越过支撑脚，是呢，前轮先着地啊，前轮先着地，过渡到全轮着地啊，是呢，过来以后是前轮啊，前轮先开始扶着地，过渡到全轮着地啊，左脚也是同样，左脚呢这个。蹬地完了回来以后啊，靠近支撑腿也是呢，前轮轻轻的先扶着地，过渡到全轮着地，这是招法。再一个着地点，这个点在哪儿呢？是在你身体这里倾倒吗？一倾倒以后啊，这里有个倾倒角度，这倾倒角度你的重心投影在哪儿？是在这个位置上啊，在这儿呢啊，所以你接重心呢，把你这个支撑腿这个扶腿回来以后呢，要放到你这个重心投影那个位置上去啊，你重心在哪儿啊，身体不有个重心吗？你重心在哪儿，你这个扶腿接的时候就得放到哪儿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完全把这个体重啊放到你这个支撑腿上啊，它能做到那三点直线了，而且呢是一个倾倒的状态啊，是这么过来的啊，过来往这儿放，靠近啊，靠近，先全轮前轮过渡到全轮啊，是这么个动作啊，这非常近，你看这个角度呢大概在十度角左右啊，不能太大，你太大了后上体就拧进去了啊，不能太大，这是容易出现的毛病。点在你的重心投影的正中央，回来以后往这儿放，靠近支撑腿大约在十度角，这么一放，一放你看正好身体接下的动作正好是不倾斜的，还是呢三点直线垂直轮正啊。左腿回来也同样啊，左腿回来以后啊，靠近支撑腿，它也是呢在你身体重心投影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位置上来进行招，先前后拳，这么靠，看到这个脚大概在十度，这脚大概在十度。大家看了吧？哎，讲了做，
哎，做羊又做错了。你这个左脚呢哈，蹬完回来以后吧，靠近支撑腿，是这样的放的。你那个角度呢，又是太大了，而且放太远了，所以呢，一定回来以后你靠近支撑脚，用你的这个前轮过多的前轮，这么放的要近，记住没有？来，再练练。来听，刚才大家体会了一下啊，基本对啊，基本对，就是呢，容易嘛犯的毛病就是这个脚回来以后啊，一着地以后这个角度太大，这是脚是最容易犯的毛病。那到时候弯道倾倒嘛，一倾倒上体稍微这么一扭，这个脚就过来了。一过来以后呢，下次再蹬这边就不是倾倒线了，就不是外人了，是个平印。一平印你说你咋交叉？虽然是交叉过来，非常别扭。啊，下面那个赵伦来做一次，大约在十度角左右啊，他这个动作做的比较准确，大约在十度角左右啊，身体位置上也比较正确。交接体重是弧线滑行中的重要环节，只有在练习中反复体会交接体重的技术要领，才能在弧线滑跑中充分利用体重蹬地，使滑跑更加轻松有力。停止的方法多种多样， S 型停止法、内八字减速停止法、双切停止法，这是我们最后要向您介绍的三种停止的方法。S 型停止法的动作要领是：双脚滑行，略展于肩，一脚前一脚稍后，向身体一侧转弧时，同侧位脚顶肩，重心后移，身体进行左右摆动，改变直线滑行为左右交替的弧线滑行，逐渐降低滑速，最后停止。内八字停止法，在滑行停止前，双脚比肩稍宽，轮鞋变成内八字，双脚交替用内刃前推，逐渐减速停止。双切停止法的动作要领是：双脚平行，与肩同宽，停止前身体稍下蹲，重心后移，跳起半转身，双脚横置，垂直于前进方向，果断落地，并迅速控制身体平衡。接下来咱们学练一些个倒滑跑这个动作啊，倒滑但是小跑，这个动作难度比较大，这个比较高难动作了啊，需要有一定的平衡能力和这个控制能力。这里头有一个基本的要点，就是你过来一下来，弱点呢就是这个脚的弱点和这个平衡啊，身体这个平衡掌握好了，身体重心掌握好，身体稍微往前倾一点啊，这俩脚呢落你一定要靠近落，看到靠近落，靠近落，靠近落，当当当当，跑正跑起来啊，靠近落跑起来，一定要把掌握好重心，这个关键是掌握好重心和落点啊，你看到没？落到这儿，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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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哎，把它跑起来啊，很轻松的跑起来啊，就像这小跑似的啊。啊，轻松的跑起来啊，这个动作难度大，但是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效果最好的。哎，轻一点，轻一点的，哎，给我掌握好重心，好，哎，慢一点，掌握好重心，啊，哎，哎，好，停下，哎，停下。这个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吧，就是掌握好平衡，因为这个是在一个高速的情况下，是个快动作的情况下来做这个交叉。你过来一下，
刚才你那个重心嘛就有点掺和前了，一往前嘛掌握好平衡就失掉平衡了，所以说你看就不敢再跑了，所以一定要呢看看就这么个重心坐住了啊，来交叉哒哒哒哒哒，是这么重心，掌握好重心，掌握好重心嘛这个动作就好做了，速度稍微再低点啊，再体会一下，你体会一下来，慢慢看一下，哎，好，好了，好嘞，好嘞，行了，哎，这个就这段做挺好啊，这段做挺好，来，你再试一下来，哎，掌握好重心，轻轻的，注意交叉，哎，这个挺好，哎，这好了，好了，好了，行呀，行了，啊，看到没有？掌握好重心，注意落点要近，啊，掌握好重心，落点要近，这个重点练习一个高难度的一个快速的平衡动作。它是属于后滑后跑，要一跑那难度就大了，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你必须掌握好重心，它本身就是练习你掌握平衡的一个最好的手段，练习高度平衡的一个协调能力的最好的手段。接下来咱们学练这个弧线滑行当这个摆臂，在这个轮滑这个弧线滑行当中啊，这个摆臂呢基本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呢增加蹬地力量，增加在弧线滑当中呢每一步的蹬地力量，第二个呢它协助掌握平衡，协调呢展示自己的这个动作的特点和展示自己的这个人体当中你非常自由的那种自我感受，基本这么两点，特别是后边这一点很关键，是吧？你动作做得非常潇洒，做得非常好看，但你摆臂摆得不好，那就是有点缺陷了。所以在摆臂当中呢，一个最基本点呢是协调，能使上劲儿啊，协调使上劲儿，按照咱们人体那个结构来讲呢，你必须这样做的呢，放松、自然、协调、舒展啊，这么几个基本的点。要想放松呢，首先从哪开始？得从根上，从这肩关节上。前面咱们在直道当中呢，在滑行当中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呢，肩要放松，啊，肩要放松，肩不能发死，肩一发死吧，就形成摆肩了。你肩一放松吧，是摆的是臂，啊，你看这就是摆臂，你要一发死，你看就成摆肩了，动作就不好看了。在这摆动过程当中呢，这个摆臂呢，在这弧线滑当中啊，也有这么两种摆法，啊。有两种摆法，一个就是呢这个双摆，还有一种摆法就是单摆，啊，单摆，在这个双摆当中呢，一般呢就是滑行起来的时候吧，速度稍快的时候啊，就得什么呢？是外大里小，里边摆小一点，外边摆大一点，因为你是向左倾倒了嘛，这个臂你不能摆太大，你摆大把身体就拉横了，它就不平均了，啊，尽量呢为了克服离心力啊。哎，里边是动作稍小一点啊，外边稍大一点，这样的啊，哎，不是太明显，你自己有意识注意一下就行了。所以这个摆臂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弧线滑行当中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体的配合啊，关节的协调，得放松自然啊，舒展，这是一个最基本点。下面是单摆，啊，单摆和你的身体一样啊，摆到前面来，侧面去，啊，关键是两个臂啊，放松协调，先是双摆啊，贴住身体侧后摆。哎，协调自然，肩要松，臂要弓，哎，这是双摆，哎，贴住身体，单摆，单摆，
哎，肩也放松，侧后，三圈站压，来。这往往这个臂啊，这一紧张以后，这整个身体这就动了啊，这已经成摆肩了啊，这就不对了。所以一定要你这贴放松，形成是摆臂啊，前面来，后边去啊，是臂动不是肩动啊，是臂往前动不是肩动，因为摆的方向呢，是吧？摆到你的滑行方向，这鼻子前面正前方，大臂伸展出来，后边呢在侧后方，在这个位置上啊，掌心向里。啊，掌心向里，哎，这样自然摆起来，啊，来，再来，再做一次来，哎，掌心向里，对，贴住身体，好，双摆，双摆，左臂要小摆，左臂小摆，下面动作稍微再快点，加快点动作，这轮到前面来。哎，这是节奏动作比较快了啊，他做这个动作就是节奏比较快的情况下就成小摆了，小摆，哎，小摆，好起来。摆臂呢，就刚才的两个任务，一个是协助你增加蹬地力量，再去帮助平衡，展示你个人特点。基本点就是就得放松协调，啊，不能让它起个干扰作用，摆得非常别扭，容易出现的毛病呢，就是脚底下吧平衡不好，离了歪斜的这个臂它就紧张了，脚底下自由了，滑得非常舒服了，你臂它也就放松了，是吧？脚底下如果一是平衡不好，是吧？你整个身体都是紧张的，滑起来都是那么硬邦邦的，啊，都硬邦邦的，这是最关键的，啊，所以这个摆臂呢，配合我们前面的一蹬一收一接起重。再加上摆臂，整个要动作要协调，左臂小摆夹住，哎，左臂小摆，大臂稍微用点力，哎，这就是呢，哎，右边大，左边小，啊，里边小，外边大。现在做的这个呢叫做倒滑交叉步过标，技术要点是在哪儿呢？必须要交叉步交叉的幅度特别大，而且要快打开快收。这个在我滑行当中呢，就是找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自己找一个参照物，找一个正面对自己的一个参照物，看着它，然后找倒滑的感觉，然后一个一个过标，速度一定要快。休闲轮滑基本技术和一些小技巧，我和我的学生们基本向大家介绍完了，希望广大轮滑爱好者在学练轮滑基本技术和这个小技巧的过程当中啊，首先应该注意安全，做好呢自我保护，选择好练习的场地，检查好自己的器材，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优美的环境这个大自然当中啊，呼吸新鲜空气，来陶冶自己的情操，锻炼自己的身心健康，使自己的文化生活啊得到丰富，充实自己的快乐人生。希望我们今后能在轮滑场上再见。